蓝林汉的苦楚，这是，这是吗？这也还有点像呢，哈。最终服务，你听彪到里克正在准备挖掘一个终坟于墓。到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我再给你个扁铲！A 开，必须挖下去。其实我们带不灭也行。你的陵墓在等待。A 开，平 A。这鳄鱼带着强攻，我们把药吃了。A 拍，别让他抠我们啊！我得整点坟墓了，我不能再拍他了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直接一起来，小鬼吃药，平 A 接拍。为什么螳螂来了？螳螂别这样，螳螂错了还不行吗？螳螂回家了。即使是僧侣也需要歇息。传送。哪去了？拍一下，一下平 A， 再 A， 我打死他！漂亮！起来吧，小蓝林汉们！给我补个刀可以啊，我们玩木魂人，记住啊，只有一点要注意，那就是猜啊，玩木魂人就一个字儿，猜。hit， 框住，回血。这螳螂怎么又来了呢？这螳螂啊，让螳螂抠死我们！先来个红宝石吧。我们不会死亡，所以我们继续战斗吧。太深入了，那下回我浅一点。他没到爆破，他拆个锤子。对于进化这片土地所付出的代价而言，我们的灵魂是九牛木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我将操办你的仪式。去野区抓他，那不行，我们现在太弟弟了，我们都没法抓人，我们千万别抓人啊，太弟弟了。这重框住，好了，没用，我小蓝炼汉比较多。
起来吧，给我跳，给你个大嘴巴子。他敢这波用E，他就得死，知道吧？直接拍他，他敢用E，他死了。直接拍大，给E，给E道歉，框住，接个扣。我想问个事儿啊，为什么刚才这防御塔砸我呀？哎，我也没打他呀，刚才呀，这防御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药水啊，我没注意。哎呀，我的休克很快就过去了。不是小鬼儿，刚才不是小鬼打的。刚才应该是有药水，我估计药水时间没到呢，出了这波出了，这波不够细节，这波够细节，他死了，哇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挖下去，这么猛，老鳄鱼，塔皮还没了。等他把塔皮整没啊，这边细节一点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来自地底的友军，你就会死了。飞过去，赶紧打爆破，拍一下，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我挖了个坑，是为你准备。再拍框鳄鱼，老鳄鱼，起来吧，小蓝林汉，一下开回血接闪现，框住鳄鱼，来来来来来，鳄鱼已经被我围住了，来，我们E他一下，回血，这闪现有这么远吗？我操！零杠三，你别干我零杠三，你一会儿我给你打出来30-0的这种感觉，你别看我零杠三啊，我这把来一个神圣分离者，木魂人咱就不三项了，咱来个分离者，你别看我零杠三，小伙子，吹谁不会？这个鳄鱼下边要死，你敢信不？你信不信？这波鳄鱼下边要死，啊，这个鳄鱼下边一定死。死亡吧！再来座坟墓如何？希望这螳螂不要在旁边。我将操办你的仪式，他将占有你。对不起，你死了。去吧。你不信啊？你有什么不信的呢？
给我拆。我给你一个扁铲，这技能，这技能给你放的，这没事，问题不大啊。无所谓，啊，无所谓。塔皮只剩一层了，啊，看见没？拆的快不快？来了，老鳄鱼吃我塔皮。你要帮我把这高地拆了，可以。光锤，你这可打不过我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上高地来，兄弟，我拆的老快了，跟我拆来。二塔没了。老宇会记住的，超脱之境等待着你，引导于你的不竭印记。啊，是荒，记得意，咬他，咬蓝炼汉。你们不会吧？不会吧？这也要杀我呀？啊！一开大招，锤。光柱，哎呀，这人这个多呀！再把来个水银海吧，然后我们往右了出啊，先出一个板甲，全都有位移，复役其实没啥用。我刚才想复 W， 我给忘了。我想 W 的 E 对点来着，传送回去。我的媳妇儿133秒。吓我一跳！啊？我以为你要说我的媳妇133秒。压下去。不能不能。那能不能？而起的诅咒，螳螂又来了啊！老螳螂，再来做坟墓如何？衰败，然后不省人事，插个针眼儿。我将操。小蓝炼汉都上哪去了？小蓝炼汉。怎么去打线儿去了呢？如此多的灵魂，是不是是133公斤的太过分了？把他封了，这波可以打，我到了。杀狐狸，光柱，重锤，平 A， 给我烫死了。来，这边艾克虽然死了，但是可以打。阴一下，锤，平 A， 框住锤，给你个嘴巴子！小蓝炼汉起来，
给我拆塔！一下没遇到，框住重锤，平 A， 你干啥呀？我没上头，我小蓝莲还咬他呢，你没看见吗？快走快走快走，别在这儿了！啊！我回血，一下平 A， 差一点点，兄弟们，来个王者的本儿甲，差一点点。他有点炎，他没点炎，这波我走了。关键是这个点炎。差远了，没差远了啊，差一点点。对面已经被我们拆了五座塔了，我们就接着拆。转瞬，我看哪个路杆没有人儿。你俩跟我打，小蓝莲汉给我上！你俩跟我打，给你俩狠的，你瞅瞅！你给我框那儿，你挺大个屁股，你往哪走啊？给我扁铲拍死他，让我一个抠给他解决了，兄弟。什么玩意儿呢？都敢找我打，我一看呢，这得你们推下，我去中了，我把中路推了。我不杀人，我推塔，我都不跟你玩，我就直接推推塔。这游戏啊，杀人是最没用的。这么装备给我锤，把塔给我拆了，这不全死了吗？我这一顿吸呀，啊，一下上小蓝莲汉框住，这老螳螂。真敢往上上啊，框住，轮着妈给我打，你干哈呢你？哎呀，哎人啊，怎么虚虚这么低呀、啊、我靠，053，我说的嘛，好像好点了。我就雕一个啊，我也没全雕啊。来个振奋，还是来个这个吧。我们不要传送，我们走到线上啊，传送对面就有回防了，知道吧？我们走到线上。我跑得真快呀。打大龙，看看对面抓不抓我。
我会终结你。先不上啊，晃一下子，他俩应该不敢过来。一开大 Q A 往前上，框住 A Q 再 A 再 A， 先把这个 A 死，然后吸闪现一个拍，给我吸他，吸吸吸。那鱼死没死？那鱼死了就行。好多人儿哦，太帅了！我们传送到下路这波啊，这波传送到下路，对面应该没有来得及回防。他们应该来不及，来不及回防，我们赶紧拆。加入我兄弟，没有你准备到此。你咋的呀？不老那鱼，几个人啊？打大龙，可那鱼在我面前现在就是个屁。框住一个拍，拜拜。去啊！拔地而起的诅咒！我跑得老快了，去打大龙，快点！有人吗？旁边你？啊，有人，就这么点个人要杀我，就这么两个半人又要越我的塔，那大龙不没了吗？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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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越我的塔来，越我的塔来，越我的塔来，越我塔！我操你猴子，你们敢越我塔啊？你敢，你敢越我的塔？你敢？兄弟们，我死了！他们太不是人了！这哪像人呢？这呀，那轮着妈死的这么快吗？那轮着妈强袭，哎呀，让人闪现了，把风龙龙魂拿了，两路已经破了啊，我们还剩最后一路。我这么右，他们都把我给越了，而且我还能吸，你知道吧？我的大招百分比掉血，我还有那老徐小蓝莲汉，就这样式的，他们都把我给越了，真是不是人呐！这太不是人了，这。记住的，他们曾经称暴风雨为不死群岛。不管他们，我们继续拆，直接开大啊！没有人敢过来杀我们，我看谁敢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嗯，你要杀我？你可以试试。人有点多，兄弟们，属实是有点扛不住，
有点扛不住啊，这关键他们还老风筝我。哎呀，下波不能那么玩了，来人，我们第一时间先跑啊，先跑。笨逼，控制一下大招啊！弹幕告诉我谁是笨逼，我就多的我就不说了，行不行？弹幕来告诉我到底谁是笨逼。你们要说发我是笨逼的话，那你们这些人就都是这笨逼。我给你念一念那木魂人的大招啊，我给你念一念，咱都不说别的了，我给你念一下行不行？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念啊，这波有点问题。干哈呀这呀，哎呦，这还能玩了不？这，哎呦，这回我们可以给你念了，来，来念一念，来，你们自己念吧，我就不多念了，省着这吧。我念完以后，有些人这脸挂不住，你知道吧？这脸挂不住，确实。回去干什么？不回去，点烟烫死了，那套点烟了。看明白了吧？嗯，看明白了吧？我们的时代还没过。我来了，兄弟！今天这个螳螂他必须死！又有点盐。给我杀这泰坦，杀完泰坦杀鳄鱼，给我框，给我吸上高地拿下，哎，蔡宗拆打拆打拆打，不要干别的，就拆，兄弟们，别的都不干啊，就拆。来来，跟我打这个来，跟我吸这个来，别的都不用干啊，就拆。来，小蓝炼汉给我拆，好，这回可以不用拆了，这回我们先等一等，把这鳄鱼给它框里头。鳄鱼好像能杀，框住，拍 一空了，没关系，我平 A 一个扁铲。为什么会有歌呀？当当当当当当，为什么会有歌呀？这个音又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呀，这33.5